产品组合持续优化，价格维持上扬的态势。华亚科11月份的营收攀高到64亿元，月增6.4%，连续6个月创下了单月历史新高。反而看好华亚科12月份的产品售价渴望持续攀升，整体第四季的营收有机会超过190亿元，季增超过12%，再创单季历史新高。